改带自助餐店的剩菜剩饭当午餐。于是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，还说了让妈妈很难过的话。虽然如此，妈妈还是顺从了我的意思，拿钱给我订营养午餐，还刻意买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我当晚餐，自己却吃着从自助餐店带回来的饭菜。我突然觉得我做错了，我只有顾虑到自己的面子，却从没有体谅妈妈在这过程中也受了不少苦。不管从以前到现在，妈妈都尽可能提供我最好的，但是我却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，从没有跟妈妈说过一句感谢的话。我觉得我不能再继续这么自私的只顾了自己，我必须做出一些行动来支持我妈妈渡过难关。或许这是不习惯对妈妈说谢谢的我唯一能对妈妈做的事情吧。看来玉萍已经好好自我反省过了。希望她能够用她的行动去支持她妈妈渡过这个难关。不过这次真的好好谢谢你们两个，谢谢你们想出这么好的解决方法来。哎，不要这么客气啊。你怎么那么客气啊，学生是我们大家的啊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玉萍会怎么样行动吧。玉萍，你准备好要进去了吗？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是吗？我是要来装明天午餐的。你不是不要吃？我想通啦，既然妈妈在这里工作，妈妈带来便当当然就有爱心。我想要带妈妈的爱心去学校吃。来，便当盒给我，我帮你装你喜欢吃的菜哈。哎，我不是只能吃客人最后夹剩的吗？傻瓜，我朋友没有这么苛刻啦。我帮你夹菜哈。要吃什么跟妈讲。等一下啦妈，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就是啊，我昨天在家里有看到冰箱的剩菜剩饭很多，我想那么多我们两个也吃不完，不如我们拿去分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你觉得呢？当然好啊，我这两天才在烦恼说那些剩菜真的太多了，有点浪费。你这点子很好哎，我们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做好了。好啊。还有妈，我一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跟你说。什么话？谢谢你。还跟我客气什么？我爱你。从刚才的影片中最令你感动的画面是哪一段？为什么？老师，如果家庭状况出现重大的变故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老师，与你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为何？为什么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老师，生活中家人或师长对你的真心付出，哪些是你平常没有发觉到的？我们对班级或家人可以用哪些方法来表达感恩？老师，学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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